你打开柜子，帮我找一床毯子。这怎么能睡到这儿呢？点儿啊，他没事在柜子里干嘛呀？啊，他一喝多就乱窜，属猫的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宿舍进了贼了呢，不是个男人就好啊。哎，不对呀，这不是你宿舍呀？这是哪儿啊？啊，程程来找我玩，我怕吵到大家，就出来住民宿了。妈。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为了无缝衔接我们的澳洲生活，你妈我已经开始学英语啦！啊？你要不要这么用功啊？那必须的呀！哎，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，过去完成时和现在完成时有什么区别呀？妈，这个事情一句两句也讲不清楚。我回头给你列个表。有表我有，就是看不懂。你妈我需要 help。简单说呢，就是这样。说你懂了吗？哦，这个问题你妈是明白了，可是妈妈又有了新的疑问。其实这些语法呢，平时都用不大上，平时就只需要一些日常对话就好了。你还是个少女，过度用脑容易早衰啊？真的吗？那我就不为难我自己了。晚安啊。温少卿。不好意思啊，差点把你给忘了，你可以出来了。文医生，温少卿，一个有趣的医学现象在我身上发生了。什么现象？静脉回血受阻，神经长时间处于压迫刺激状态，导致了某种致的情况。麻烦说人话。腿麻。啊，我懂了，也就是说你现在想请我帮忙，可是又拉不下脸来直说，是这个意思吧？龙游浅水，虎落平阳。那
那你白天在医院下火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到风水轮流转呢？把手给我，来。一二三。我想要。要什么？要你也尝一下腿麻的感觉。啊！谁啊？石忠贞，你别出来啊！我不想再一次变成医院的谈资，拜托，千万别出来，别出来啊！你要男装？谢了，我再请你吃饭。哎，这大半夜的，衣服给谁穿啊？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哎，我跑到集中井了，好歹给我口水喝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不是叫你别出来吗？我同意了吗？为什么幼小的我总是能看到这种画面？怕他会灭口吧？什么鬼？我跟他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关系。那是。什么关系？八字不合的关系。哦，你连我八字都知道了。